我今年54了，其实工作年限就是5、6年时间，我没有其他机会了。我一开始来现场的，我都看到很惊喜，因为当时那时候没有见过死的。拆迁这个建设条件，只有拆迁我们才能做。主要是把城墙掘起来，当时把城市品位提起来，有希望的。其实名声保护是从名声我的引不出来的。落实不了，我跟你说，影响你的采光，就肯定要负责任给解决这个问题。国家的规定，他也没有强制拆迁的，跟你说。没人受理，我们就上告到了。也光在河水说，就光是什么气？对于现在来说是好事，但是当时来说那是他的暴君。如果谁要是这个要不要拆，他就在这上山里，真可以看看。那老百姓的住房的资产差的太多太多了。怎么你打官司多，站在开发商利益上，站在商人利益上，侵害多少人利益？他把利益都就赶紧辞职，他都学干活儿，怎么学不什么活儿？你别拆迁是属于太大，你从那个风险。约谈了违法用地严重的山西省大同市市长。我在这市做报告了，当官了。每天早晨四点，起来不要活了，都死了算了，行不行？你是爱意思吗？还是爱钱钱吗？你刘医生还是刘医生？如果我没有这种力量，我就可能会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给我磕了。那是一笔良心账。功过在后人评。